讲这段经文啊，你证到了空，不证的空义，但你行菩萨道，那很难呢，那么处处是障碍，障碍就是你的力量没有达不到，让你智慧力量啊达不到，所以不就得不到，同时呢，例如说我们说这念佛和打佛起，打佛起，打呢就是行了，行呢就是做了。咱们都叫打佛起、打禅起，为什么加个打字？打字是打得妄想心不生，那我们念念的心，那你一念心都从心起的，但念完了呢，念念还归于心，为什么说阿弥陀经三根普配，没有分大乘小乘一乘啊，只有弥陀经，你把弥陀经判成了是小教吗？是原教吗？小史中动员五教都可以，藏通别人四教都可以，说法相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都是相，极乐是相，那这个相是有啊，是无啊，相与无相，所以说阿弥陀经是最圆融了，五教都可以说，说相呢七宝池啊八功德水啊那莲花化身啊都是相，有相的，无相呢，极乐世界的五度，微佛喻人居净土，只有阿弥陀佛住在净土，咱们求生净土那个净土啊，不是阿弥陀佛的净土，因此啊，在一切法菩萨于此施法，随他力量所能吧，替身领受，对，替身领受啊，是说菩萨摩诃萨在这十轮法深深敬重的，一切的听闻随他自己的力量，力量就是什么呢？随他的智慧，说你能够有好大智慧，你能生起来好大的观照的功夫。那这个定力，这个定力当然不够的了，那要还往前进修，他自能够领受到这些个，所以得到这个定，定就是观照的意思，观照的意思啊，因为我们经常说科区取证，可是那么修十轮经，如果把它改成了修净土法门，或者打佛起，或者改成了修禅起，打禅起，或者我们就打它打十轮经的起，打十轮经的起，不论哪个起，回归原处，原处是什么呢？回归于心呢、回归于心呢、说菩萨在这个十法之中身心敬重，一切听闻
文法的时候，听法的时候，随力吧，随自己的力量所能，是你有好大个智慧力量，能够领受好多，就领受好多。审替，审是审查，思维，替呢是理，思维这种理，道理，你自己能领会好多，就接受好多。思维观察，但是必须达到究竟通力，通没有障碍，通算得到的好处就是利益。随众生所益为他演说，演说是至于法布施，法供养的时候，但是啊，说法要有十种心，十种心，六种坏的不要的，四种呢要收摄的。说在你说法时候，不要有嫉妒心，不要有奸恋心，奸恋心留一手，不跟人说完，还不要有骄慢心，不要有求利心，当然，求利啊，名闻利养啊，财富啊，这都属于五欲当中的，还不要有轻他心，轻他心要看这些个听经的人啊，闻法的人，为什么？这里有圣人，哪位是佛呀？对，不敢轻慢。大家看着常不轻菩萨吧，《法华经》说：“我不轻慢汝等，不敢轻慢汝等。汝等皆是未来诸佛，把一切闻法者当诸佛看呢。”我有自觉心，赞扬、表扬，说自己的功德，这叫自觉心。这六心呢，都不要有。哪管你给人家说句念佛，这里头先把六心清净了。那这六心呢，这六心都是不好的了，不要有。有哪四心呢？要有恭敬心、摇疑心、大慈心、大悲心。那么这四种心就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啊。对人家生恭敬心，不敢轻视一些众生，同时呢有个利益心，利益心，利益心就是让众生一定得到好处，恭敬就含着有利益，要能得到利益，摇疑呢也是含义要得到好处的意思，说法先就是大慈大悲，大悲大悲，心里还有惯想，等你说法的时候，不一定现在这些个有你肉眼看不到的，等你每一座法座都有肉眼看不到的众生，你要看不到呢，鬼啊神呐、大力鬼神呐、大力鬼神，说法的时候又没有六心，又具足四心，不要，最重要的是
不要表扬自己，表扬自己，赞叹自己。大慈大悲心呢，属于摇曳心里头的啊。摇曳就是要大慈大悲心，慈呢，把人家痛苦；悲呢，给人家快乐。是吧？佛教导一切说法者，行菩萨道的，我记住是十种心，六个是不要的，那你检查一下有没有六种心。这不是指大菩萨说的，一般说法的众生，这六心会多会少，有的。我说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想比别人说的好一点，这就是自觉心，起这个念头，就这是自觉心。或者在文法当中的道友嘛，他有不恭敬的表现，你心里生烦恼，这个有的了。这特别是在外头，在那个精舍啊，有在家居住多的人呢，对，特别是有些个在家道友指责你说你哪个讲的不对，这都会遇得到的呀，都遇得到的啊。说你心呢，先把心慈悲心，咱们说了，从文字上说一会，感觉着很容易，感觉你在实行上头就难了。如果你讲着经下来，有海的在家道友在那问你这个问个那个，问你非头怪脑，你又不能不答复他，你不答复他，你看不起他。你答复他，他又跟你辩，那你如何的对待，就要以慈悲心对待。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呢？佛知道众生心，知道在末法的时候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佛不是无地放肆的。那么现实在末法当中很多很多，特别有时经舍请几位法师，你上午讲经，在下午讲他讲开示，那互相的争强斗胜，所以佛才说这么多的教授们要么注意，就是说法的时候注意，说为声闻成不得切罗，说声闻法，这以下呀，有对什么机说什么法。对声闻成，就声闻成无错谬，对声闻法无错谬，所以咱们前头讲过了啊，不为独觉成，说大乘法；不为声闻成，说圆觉法。对声闻成要说声闻不得切罗的法，对独觉成说不独觉成的不得切罗法，对大乘说大乘的不得切罗法。但是不要错谬，不要对声闻声说独觉法，对独觉声说大乘法，对大乘声说声闻法，那就错乱。法不错乱，对机而说，他不是这个跟切人不给他说，
一个大城的住友清所，不劝他们修独角城，不劝他们修升温城。那修学与升温城的，不劝他修大城，也不劝他修独角城。如来所说的正法，下子一送，而四句吧，就是一送，来自于半句，说半送。要是一了之，三岁起步，这叫半送。都要深信敬重，不能毁谤，不能不说，不说叫障蔽，叫隐没。等你闻法的时候，与说法的思起四尊相。佛说对，不论哪个说法，它是代表佛说的，不是他的法，是佛的法，对他起四尊相。对听法者呢，着病者相，起病者相。听法的都有病，什么病啊？无明病、所知病、烦恼病、有我病，病太多了。说的法呢，就是药，药方。总的说来，断除五欲。最后说呀，你要不断除五欲，所说一切法都落空了，没有作用。玄说正法，说法的人并不见得证着果的，也不见得法法皆通的。佛对那个在因地当中都能外道说法，说外道法，那佛也去学呀。佛出家之后跟外道六师学呀，学了这他不究竟，为了度外道六师。六在我们中国大家都知道六祖大师，他是卖柴火，到市场卖柴火，把那个说砍的柴火堆那儿，说等着吧，等着买主的时候，听到人家楼上的念金刚经，他开了悟了。那个念金刚经的人不知道底下有人开大悟了，成了主子了，他知道吗？六祖大师也不晓得谁在念金刚经，从来没提过啊。六祖大师听谁在念金刚经，没有提。六祖大师开了悟了，也没了解谁在念的，我开了悟了，没有，没下文。玄说正法，那个法师，六祖大师在那个在家人身边，不是出家人，听到人家念金刚经。念刚经念金刚的人也不知道还有开悟的。咱们念金刚经，哪个鬼神闻到你念金刚经开了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知道。凡是大乘根基的人，不要劝他们修独觉声闻法。独觉声闻人你也不要劝他修大乘法，那就错乱，错乱，他也不得利益，他或者生谤毁。咱们讲华严经，
华严咱们是华严的这个立根吗？不是的，华严经不同。华严是阿阇陀要，无病不医，小大兼收。问一句，中些三根宗旨，它与二乘法的苦集灭道不同。说再没想来啊，十二因缘法啊，苦集十圣地法，现代人普遍的讲，法华经普遍的讲，华严经都很少很少。特别讲全部华严经，现在的人没那耐心，你想讲啊没时间听啊，一部华严经要讲好几年，要想不间断呢很难呢、讲的人如果不出什么问题，生老病死啊这都算问题啊，起码害病吧，啊，因机说法，但是还得加个缘字啊，还得有这个缘呢。没有这个缘，没有这个遇不到。我在一个道场里头，那不见得，他连信都不信，他知道都不知道。我有时候讲经时候对着对面看呢、工人在我们对面做工啊，有缘没缘呢、就在这对面见到，他知道什么是佛法、你跟那些工人说你是大方光明，他听到什么大方光明，他说他怪呢，他根本不理你啊，无缘。我们只跟他说做个好事，跟他讲讲让他皈依三宝，他白白脑壳瞪那两眼，没有边都不沾，对不对？得有缘呐、无缘难度。我在北京火车站跟我一帮亲属他们送我，你看那些个讨口的要饭的，我给他钱，我念声阿弥陀佛，我给你钱，谁念你的去，不要你的，这他都不念，就念一声阿弥陀佛种个善根他都不要。那是众生可怜不可怜，就这样可怜。还有一个故事，我反思的，我在反思教书嘛，那老店主跟我讲，他看着一个老奶奶带个小孙子讨口要饭，哎呀他生起慈悲心了，因为他还俗了，他又恢复可以上庙了，他又回庙来了，在我们天王殿当店主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你补戒呗，他补什么，补上也是个疤，也没地方补，但是他慈悲心发了，因为他那个他有个小房子，他说老奶奶啊，我跟你商量，你呀、让你小孙孙跟我出家，你呀、就住我那房给你们，在干这要饭多苦啊。那老太太说什么，他说我要饭就够了倒霉的了，还去给你当和尚，他说当和尚比要饭的还苦呢。他跟我讲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那个没善根的呀，你跟他怎么说没得用，是吧，没得用啊。说他说大方广佛经中大善根的，他没这个缘，没得用。整能讲圆满了，看看大家一座不落的有没有。
一座都没落过。我讲三年，听三年，乃至讲到完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啊，这都叫缘。所以善男子，释名菩萨摩诃萨的十种法师大家咒论上来所说的这十种大家咒论，要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此论，拿这个论把你那个五欲境界都断了，能断五欲，财财名食睡断了，那很快的就得到日灯光定。这个定义得到啊，超胜声闻独觉，超过二乘。普为一切声闻缘觉做大福田，能跟声闻缘觉人做大福田。这提的就高了，不是给一些众生做福田，给声闻缘觉做大福田。皆应供养成事守卧，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